光鹰为鹰科的鸟类，是一类中型猛禽，共有三种。体长约 0.6 米，背部羽毛深褐色，脸部呈由小而至腹的羽毛，看上去像鳞片一样。光鹰经常栖息于稀疏的松林中，常到乡村、田野和草原上活动。蜂鹰挖掘蜂巢，吞食蜂卵、蜂幼虫，甚至常有毒刺的成年蜂。它们脸部鳞片一样的致密羽毛像头盔一样，使蜂群奈何不得。蜂鹰在夏季常随蜂群移动而转移栖息地，冬天它们则又回到较温暖的地区。蜂鹰不仅吃蜂，它们也吃蝈蝈、春象、鼠类、蛙棘蛇等小动物。蜂鹰属共有三种九个亚种，属中型猛禽。其中代表物种凤头蜂鹰也称东方蜂鹰，体长为50到62厘米，体重800到1200克。头顶暗褐色至黑褐色，头侧具有短而硬的鳞片状羽毛，而且较为厚密，是其独有的特征之一。头的后枕部通常具有短的黑色羽冠，显得与众不同。